开服最强替补。哦，怎么那么大声啊？哦，这边是打拉一拉。后一组玩什么？阿里，阿里打劫。这个艾克怎么一脸就要爆啊？他怎么才13 CS 啊？往上砍。哦，有人叫下大雪，看起来应该不会死啊。他手里剑没命中，手里剑命中的话，兔子应该会跳起来。这腰身一扭，闪躲掉了。跟 baby 说声恭喜，他地面第一年终于搭疯子。哦，这边有个闪 Q， 哦，一个阿雷 U。就会活下来吗？好像活不了。恭喜你当分子啊！这小亮宝宝感觉就挫赛啦。这个大学这也是够雷的。变态啦！哦 ，nice， 还是收掉。分子拉泪流满面，这辈子第一次玩巴德，装盲放花害队友，然后就赢了，我还不丢香油且有神快板。恭喜你啊！我觉得你会赢的原因是因为你有一个凯能啊，给力。哦，这边是 gank 上路成功换掉这个小龙。这个人马为什么要买一个多兰剑啊？为什么？就是怎么会 jungle 再多买一个多兰剑呢？呜呜呜呜！不愧是奸夫淫妇双人组，这个卖一个破绽让丁特冲出来，不然这个劫感觉差点要单杀啊！哇哇，爆啦爆啦！这你中路被杀了，你还敢吃红 buff 就爆啦！阿林北又练财啦，输了可是我有拿到胖子的手杀，就是爽啦！恭喜你拿到手杀，不是你手杀我一次捐两块，我给你杀20次都没关系啊！这小亮宝宝爆啦，看起来后一只跟丁特又是要爽赚一场啊！这上路超惨了。八等打六的，有没有预感这一场是碾压局？我可以不用讲什么话。这场应该是碾压局啊，就是那种三线全崩那种。看会战，哦，把哇哇哇上路又飘起一次，这脚闪都没用啊！死去，下路也是死去，死去，三线全崩，人马应该加速，哇，应该收一个头哎、欸，要干嘛？哦，大绝竟然送头，我还是头一次看到，我想说他在想什么。
GG 啊，全崩了、啊。还要听到死了。哦，刘娜怎么不消打？几座塔啦？两座，爆啦！三座，哎、欸，上塔还没掉。哦，这边大绝，大绝互喷，捍卫。哦哦哦，没打中。哦哦哦，又、哦、没清到。哦哦哦，没什么事。QAZ4269426，谢谢你的订阅。好，林北又练财了。队长你好坏，各种往我脸上贴，好生气。我本来不想逗内你的，但是看在当了分子的份上，赏给您的弗罗姆索拉卡。弗罗姆索拉卡，谢谢你，太爽了吧？为什么我吃麦当劳？感谢你，感谢。这场真的是没什么好爆的，有一种 LMS 炉主打 HQ 一样。啊，看起来要死啊！阿里一个大绝，再一个大绝，消失的闪电，第三个大绝啊，什么都没中，啊，还被顶进去，要爆了，还卖自己的队友，爆了！哦，闪现跟闪现，哇，被杰拿到一个双杀。哦哦。今天这边要一干四了吗？哇，雷欧娜加上丁特一个配合，哇，丁特一个同闪，刚好被小亮宝宝一给闪掉了。可是这时候人马冲过来，再一次的送头，这人马我也是醉啦。哦，顶得到哦，持续。爆了！这边尽管是先中两个头，可是还是打不赢。差八千哎，十六分钟，你每一分钟都喷两千块走哎、欸。你知道怎么玩？
麦当劳鸡块真的很好吃。而且我跟你讲，啊，杰要死了，吊车大绝啊，换位死去，太虐了。而且全世界麦当劳口味都不一样。我吃过这么多家麦当劳，我吃过越南的，吃过菲律宾的，吃过吃过韩国的，吃过美国的，还是咱们台湾的最好吃啊！我还吃过中国的。台湾的麦当劳最好吃，因为它会调当地的口味，是吧？哇哇哇！死去，太虐啦！刚跟我一起打 AIAN 的干爹私信我一下，帮订一个月，摸屎帮我说，跟你打 AIAN 你还可以帮他订阅，我操！刚谁跟百安刷一队的？啊，谁跟我同队的？你可以寄信给他，他要帮你订阅。最难吃的是哪一国？我想一下，最难吃的应该说口味最不合吧。口味最不合的是那个、啊、越南，因为他们的鸡翅是辣的，酸辣的，就拍戏啊，拍价格被洗。其实中国的麦当劳还好，不会很雷，可是安不安全就不知道了。然后美国的也不好吃，美国的汉堡 no good， 韩国的也是，韩国的汉堡 no good， 韩国只有薯条味道跟台湾差不多。这场没什么好看的、啊，又是死去了、啊。大学买桌垫还笔垫好，看你读的学校是外，干就是鸡翅。看你读的学校是外县市还是那个，还是本县市？你如果是本县市，我会建议你买桌垫了。如果外县市，你就买笔垫吧。台湾人真是屹立不摇哎、欸，这要在韩国就挂网了。哇，或许死去。哇，金特看起来也要死去了。这杰的影子快转好了。花式换位，哦哦哦哦哦，这纸方大概还要再送个20次吧，才会被逆转。
太痛了吧！叽叽叽叽叽叽。哇哇哎、欸、我觉得拿破里的鸡应该最好吃的台湾素食拿破里的烤鸡还有炸鸡应该是最好吃的、啊、薯条薯条我投麦当劳跟摩斯汉堡一票这两个各有千秋汉堡投汉堡王一票，给力！嗯，啊，林北又练财啦！本来打算今年不吃素食的，但是看莫氏吃的津津有味，我决定明天努买一份。会员我都要去。P.S. 莫氏是否考虑工商个麦当劳？工商也要麦当劳找我啊？不是我想要工商就工商啊！而且，你现在这个局，麦当劳不花钱找我，我都会花钱买他的东西吃啊，对不对？他干嘛要找我？丹丹，丹丹我没吃过啊，所以我没办法比较。对啊，披萨，披萨其实我觉得拿破里也不错，真的，它有一些口味，因为以前我们在宿舍的时候 ，JJ 最喜欢订拿破里啊。拿破里真的还不错，拿破里很多披萨的口味我觉得还蛮好吃的，有那个什么香菇的，还有那个什么海鲜的，都还不错。妈的！哦，肯德基的蛋挞很好吃，可是也应该也说只有他们在弄蛋挞吧。因为以前我妈很喜欢叫达美乐，不是很喜欢叫那个必胜客，可是必胜客讲真的就那样。我后来吃过拿破里以后，我发现拿破里才是神，神又有炸鸡，又有烤鸡，披萨又好吃，拿破里才是神。奉劝各位，如果你想要点披萨的话，可以试试看拿破里，真的。如果你还没有试过，哈，极神。就跟那个迪亚一样，好吧，极神。
啊，话讲得太满，必胜客不敢找我工商。我会这样讲，就是因为我不觉得他们会找我工商，所以没关系。我们断财路，自断财路，哇，自断财路。啊，林北又练财啦！我爸妈说，身为南部人，就算花钱也要呛你没吃过丹丹波浪芙嫩。我去了高雄两次，两次都没有机会吃。有一次有个粉丝送我吧，我就说那个感觉不一样，那跟自己去吃感觉不一样。